那个人是做什么的吗？药粉的吗？药粉也是里面的吗？还是什么？国外他也是做粉的。国外的。嗯。做粉的，做粉的。就是他说那个材料的问题吧，应该是。那你们到时候发视频。哦，我给他看一下。其实实验室的也是一样的嘛。一样的药。嗯。实验室都是一样的，我经常在实验室的。你经常做实验室打样是吧？对啊，我就是实验室的。你做实验室做这种大货的模具，你也蛮溜的，看起来。那肯定啊，搞不定怎么搞定，不然怎么办呢？你车间等下压不好，那不找我，对不对？嗯。